OK，我刚才大概估算了一下，各位如果打算长期居住在南京的话，在南京最起码也住了有3个月了，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想到什么？老城南，不止夫子庙，那还有什么呢？熟悉南京一点的人会说不止夫子庙，那还有老门东吗？那如果说不止老门东呢？那还有什么？再熟悉南京一点的人，他们会说不止老门东，还有中华门。那如果说不止中华门呢？那还有什么？我今天要说的内容将会游离于我刚才所提到的这3个地点之外。我是南京人，今年大三，20岁，我在南京也居住了20年，准确的说是20年零8个月。我一直居住在南京的城南，这里的城南我要给一个定义，不是说这个很广义的这种城市的南边，而是地图上红色的这个曲线，我手绘的画出来的这一块区域，它北部的边界大概是南京城区的建业路、白下路一带，南边以及东西两侧沿着明城墙跟外秦淮河的边界兜兜转转的勾勒出来的这一块区域。我的家曾经居住在距离夫子庙步行连5分钟都不需要的地方。再给大家看张地图，红色的这个矩形就是我家所在的地方，绿颜色的框框是我小学的母校，叫做夫子庙小学，然后蓝颜色的地方就是大成殿，也就是夫子庙景区最核心的地方。这个格局非常非常的渺小，然后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地图上还有像熟悉的无极巷啊、科举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我小学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局限、非常渺小的格局当中长大的。然后初中的时候，当时去了一所城北的学校，当时跟同学说我住在秦淮区，住在城南，住在夫子庙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他对于南京可能还没有这种城市的这种概念，他会说哇，你家住在庙里啊？我说不，我家住在庙边上，而且真的是边上。从我们家到小学的后门，步行只需要50秒钟。从我们小学的后门走到我们小学的前门，步行只需要2分钟。从我们小学的前门再走到这个蓝色矩形所标注的这一块区域，大概也需要半分钟，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格局。然后高中的时候，高中中考之后，我又考回到了城南。我的高中在张府园一带，大家如果认识的话，应该有这个概念，也是城南。高二的时候文理分科，我选择了文科。文科需要学一门课叫政治，政治这门课当中有一个模块叫做文化生活。我们当时的那个政治老师他非常有创意，也可以说他是突发奇想，他把他的课堂也办成了一个像今天这个舞台一样的，让我们所有班上的同学从文化的角度，你去任意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并且能够说出内容来的话题，然后你来上这个文化生活的课。那当时我借着这个机会，我就选择了城南这样一个主题，他给了我大概20分钟，但是我当时超时了，我讲半个小时。然后借着这样一个课堂展示的任务，我就发现我看待城南的这个角度开始有所转变了。我开始想，我是不是能够转换这样一个基于这样一个小格局被局限的这样一个思维，去探索一些可能连我的父母、连我身边所有居住在城南的人他们都不熟悉的东西。我去看看，如果说我去刻意的去寻找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到底能找到什么。然后当时为了准备政治课的那个课堂展示，我花了大概一个下午5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到了城南很多连我自己之前可能都闻所未闻的一些小巷子，然后去实地的去探访去寻找，看到了很多东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也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类东西，这是9张门牌号，然后是我自己照的。当然如果大家时间跟精力都充足的话，你去城南肯定能发现不止9张，有19张、29张、39张，这都是城南的一些地名，并且是现在还存在的一些地名。大家可以先浏览一下，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画风。其中有一部分听上去就非常的风雅，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可能就完全相反，听上去过于接地气了，对吧？那其中甚至于还有那么1个2个让人看上去就是一个语法错误。比如说最左上角的这个地方叫森林里。你们想过，如果一个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当他被问到你家住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回答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有个小学同学，他真的就住在这个地方。小学的时候，一个老师，我记得是一个美术老师，他问他说：“同学，你家住在哪里？”“我家住在森林里。”这还没有完，我家住在森林里27号。哦，老师让他不要乱讲，你家都已经住在森林里了，你还编什么多少号多少号干嘛呢？后来这个同学花了5分钟的时间
给这个老师解释了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的里实际上是里落，也就是小巷子的意思。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那还有一些这些地名当中所蕴藏的故事是历史性的，是已经流传了百年千年的。比如说对角线这个右下角这个叫钓鱼台的地方，这个地方得名的来历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相传当年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他手底下有一位将军姓于名通海，因为这个将军是跟着朱元璋一起把这个天下打下来的，所以一时风光无两，然后就在社会上结识了可能一些冤家之类的人。那其中有个冤家就跟朱元璋讲了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人的名字叫于通海，那于通海则能成龙，而龙又是古代帝王的标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手下的将军他身上竟然有一种王气，这是不为朱元璋所容的。那朱元璋就要想一个办法来抑制住他身上的这种王气。那怎么办呢？这个人姓于，那我们不让他的身边有鱼不就可以了吗？所以的话，当时朱元璋就在秦淮河边上搭出了一个台子，专门用来钓秦淮河里面的鱼，把鱼钓光了，不就没办法通海，也就没办法成龙了吗？这就是钓鱼台这个地方的来历。这只是讲了两个，当然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到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有很多。那我高中对于城南的探究差不多就到这里，然后就到了我大学。我上学期的时候，被我一个高中同学刺激了，然后高中同学通过自己在网络上写那种玄幻小说，实现了他月入千元的梦想。当时我被他刺激到了，我说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也有这方面的特长，我也可以通过文字去改善一下我自己的生活嘛，对吧？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做类似于像写手这样的事情。那当时我就在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底下留言，问他们需不需要，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费尽周折，后来找到了两个公众号，都跟南京有关，都是跟旅游、跟城市的情怀这方面有关的。然后给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大致的画风是这样的。这是其中一个号我写的东西，当然我截图的部分都是跟城南相关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号，大概是这样的。这些公众号当中有一个号底下有一个栏目叫做古董铺子，当时那个公众号的运营者他跟我描述的是，基于这样一个栏目，你可以去深挖城南的任何一条小巷，你可以去描写其中所流传着的任何一个故事，去深挖其中所存在的任何一种民俗现象，去深挖其中所隐藏着的任何一家可能根本就不为人知的小店。那我想其实你根本什么都没有跟我讲，因为你给我的范围太宽泛了，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很确切的知道我到底基于这样一个栏目我应该是写些什么。所以的话，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在上学期的时候又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又去到了那些我16岁我高二那年为了政治演讲所去到过的那些小巷子，然后去走访，去看看我为这个公众号到底又能去发现什么，去写出来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又发现了一些非常有特点的东西。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叫做河房。这个河房并不是指随随便便的河边的房子就可以叫做河房，它指的是秦淮河边的一种类似于今天在乌镇大家能够看到的枕水人家那种形式的建筑形式。然后这张图片上所呈现的这样一栋看上去就非常岌岌可危的这样一栋房子，它始建于清代中期，位于今天南京刚才我九章那个地名最中间的那一张叫做唐方廊的地方。它的主人是一户姓陶的人家，最初他家借着这个临水的优势做一些漕运生意，在清代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发家致富了，然后就盖了这么样的一栋房子。当然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所以对财富有所追求，那他这栋房子就反映了他的这种追求，他把他的房子盖成了菱形的。这栋房子是菱形的，而且不仅仅是整个建筑规制都是菱形的，它细化到一砖一瓦也都是菱形的。为什么？因为据说在古代传说，这种菱形的石砖当你烧制完成之后，你用手指轻轻去扣动它，能够听到一种金石之音，类似于铜钱晃动的那种声音，这种寓意非常美好，所以他们家就有点矫情的就全部把它的这个砖石采用了一种菱形的规制。而且这栋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他还让我想起了我16岁高中那个政治课展示的时候，在结束之后有一个同学问到我的一个问题，非常的刁钻，不是非常的刁钻，有点刁钻。他说，何思源，如果给你个机会，一分钱都不收你的，让你住到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画风的这样一种老屋当中去，你会愿意住进去吗？
这个问题有点刁钻，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自己内心里最真实的一种想法，你让我住个一个月，住个两个月，住个三个月，我可能都没有任何的意见，我非常乐意。但你让我住个五年、十年、十五年，或者说你让我想象一下，我一出生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不敢保证我的想法会一点都不发生改变，对不对？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如果让你去评价一道菜好不好吃，你还非得会做这道菜，你才有资格开口咯？那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今天一直在可以说是在赞赏或者说在推崇这样子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可能让人感觉有点破旧有点岌岌可危的这样的一些历史遗迹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把它所有的所存在的缺点全部都硬生生的要把它包装成优点，或者说也不是说我自己就一定要身体力行的，我自己非要到那个里面去住个十年半载的，我才有资格在这里说这些话。我其实是在提供一种角度，这种角度是冷僻的，是鲜为人知的，但是它同时也是市井的，是接地气的。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可以给你一种全新的一种思维方式去认识你这个已经生活了20年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座城市。而且这样子的一种视角还让我觉得有点愧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获得这些视角并不是我自己主动去发现的，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有个老师逼着我要做那个课堂展示，大学的时候为了做兼职，有这样一些外力在催促着我去，最终很幸运的找到了这样的一些生僻的角度来看待老城南，看待南京。那我身边其实很多同学他们也跟我一样长在城南，他们可能16岁没有找到这样的角度，26岁、36岁他们也找不到这样的角度，这就让人非常惋惜了。当然我今天也不是在这里去寻求一种对立，说老城南就是只需要看这些东西就够了，说夫子庙老门东大家都别去了。如果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主题就应该变成老城南不要夫子庙，老城南你别去夫子庙，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曾经听人家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去真真切切的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在这座城市里随意的挑选一条公交线路，然后从它的起点站坐到它的终点站，这途中你所看到的所有的风景就是这个城市最本真也最纯真的面貌。其实跟我今天所说的意思差不多，这些城南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它可能就很简单，非常平淡，让人见怪不怪，甚至于说让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可能是一段大家都已经听烂了的故事，是一个所有的人路过都不会去用正眼瞧一眼的一个什么历史遗迹，但是他们当中所蕴藏的这种历史底蕴跟我们所已经背的滚瓜烂熟的像乌鸦巷口夕阳斜这样的诗词，跟像晚晴楼里面售卖的那些情怀小吃，跟像科举博物馆里面一直都摆在那里的展品藏品，他们当中所蕴藏的这种历史底蕴其实是相差无几的。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当大家如果以后啊再去老门东去旅游，然后去到那个特别古风的那个星巴克里面，然后喝过一杯咖啡之后，大家呢也可以去花个10分钟、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去往外围走一走，去看一看那些还没有被开发成旅游景点的街巷，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去看一看那个曾经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的都是什么样的寻常百姓家。谢谢大家。